小时候对他的了解是一名警察出身的，这样到现在他是现在我们现任市长，我觉得他让人感觉是有安全感的，愿意接纳年轻人意见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虽然不言语上表达不是那么厉害的人，但是很实在。对，我是庄彦成，请大家一起跟我支持侯友宜。